和平。不要打老公，等下啦，被逼动啦。诶、欸、杀人的屌啊！那来这个一坨萝卜啊，高攻击，提升奥数基础攻击，攻击是。哎，怎么打？
不定会破，不晓得哎。火，水，风，啊，我没风了，算了，风。啊，这是地，哎、欸，崩了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然后干嘛？啊，得得得得得得，哦吼，对，崩崩，哇，东西哦，没有召唤。天平，天平怎么了？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！我要吃肉豆，吃。击败敌人后，移动速度类的奥数短时间有剑刺充能。还好，对，好，阿尔文。血量低于跟警官有一定几率闪避攻击。哎，买这个。
怎么才过一天，繁星就变得好猛哦、喔！哈哈哈，我是牺牲了拇指换来的实力耶、欸。想变那么强吗？牺牲你的拇指吧。拇指不是拇指，拇指，他是说拇指吗？对，妈妈跟儿子那个拇指，第三个拇指，天哪、啊！不不，跟兔子，原来我牺牲了你们啊！笑死！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可以卖给他啊！神智托，这场你雷了一下，啊、看怎么平。我要吃肉肉，我要吃。没有召唤，我输给云月了。这场只有两个召唤物。我上一场真的是运气太好，一堆召唤。嗯啊。下去啦！哇，这我还不打给洞宝？哎、欸，你自己讲的哎、欸，你把自己抓去关哦。墨水就很难开，不然就是那个黑板很难拿。黑板我已经直接买到了啊，可是我一开始就是直接开墨水开的那个黑板开，我没看都没看到墨水，都没看到墨水，都没看到墨水。就这个是谴责手凯谦的近战基础奥数可以抵挡邦格原进攻，有好累哦。好了，可以摆位。好啦，蒙妹蒙妹啊。帮我集气加油！加油、哦！打三支兵。哦，看你表演了、啊，写满的、欸。屁嘞、欸！啊，完了！啊！啊！我在干嘛？跑啊跑啊！小伙伴出来就被炸死了。对啊，重来重来重来！来一下，被戳到，
我要吃龙龙，就要吃龙龙。放我，外面还有补包，你不要骗我。门打开，外面还有补包。嗯，这个游戏键盘好用吗？我一开始是用摇杆啊，啊，杰瑞他是用键盘，他记键盘，然后允月我都是摇杆。哦，火舞也是用键盘，他是一个才刚买一天就破了三四台的人，好猛啊！过外过。白小心点，我的妈，放两只空大，2、2、3可以啊，刚你打了一顿子。老公撑住，今晚可以吃鸡腿啦！今晚加菜啦！啥？最后怎么被抓走？咦？赢了！恭喜！谢谢老公，今晚吃鸡腿。欸，加鸡腿很多欸，台北一个鸡腿便当多少？都快195、105多欸。那一只鸡腿就等于你半个便当的量欸。对呀，你想想看，不是棒棒腿那种鸡腿哦。哇，10分，谢谢。玩那么辛苦干嘛？以后玩召唤流就好了。大腿牌，召唤流就很猛啦。对啊，打到最后又快满血了哎。靠小弟打就好了，靠劳工上就够了。奥数干扰，该不会也是跟你一样的那一招吧？我是传送啊。哦，我回去，我马上回去看。好像其实只要拿到技能后就可以离开，重新进游戏。你那招跟我的好像不一样。啊是啊。嗯，我看图案是不一样的。嗯。走。超穷，用了一个不会加能量的，哪有能量盾的？恭喜拇指竟然没白献祭。对呀，谢谢拇指。感谢小气点，我看一下哈，刚刚拿到的，这个是100小气点，啥？100小气点，没事喽。哦，怎么样？戳过去，然后我跟他那个位置会爆炸，戳一个毛啊！哦，可是他攻击有延迟哎，比较不容易打到。对啊，不适合我。可是 CD 蛮短的。
是什么魔法阵哦？对啊，那我站中间好了。哎、欸，是把抓走哎、欸，会被抓走哎、欸！你这样看，要把吸走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不对、欸，吸吸起来、欸。你丢普通的看看。好，应该要在这边吧？好，一二。哦，把我身边的抓走。哦，他要把他抓抓别的地方去就对了。嗯。哦。那就是往那个啊，悬崖扔啊。然后扔下去就不见了。等下你扔下去，你那一根祭典的位置就直接消失。对。啊、哦，来再试试看还有什么流派玩。这个也会吸血啊，那时候就是躲在后面吸得很爽。吸血流，而且真的很夸张。既然买到面具的话，来玩玩看好了。面具什么效果？闪避之后，你的技能都是暴击。哦。还好，这次没有打到一半的时候给我，都敢给我跑掉，手把。噔噔噔。面具在哪里？捷豹面具，成功闪避一次攻击后，短时间内你所有的攻击都会产生暴击。来试试看，然后再配上这一招。你移动或使用基础奥数，同时可以躲过所有攻击。玩玩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开始有四块钱？欸欸，你做了什么事？啊，打家里的东西啊。嘿嘿嘿，而且日历真的就是你的破关次数。破关次数还是游玩次数？游玩啊，游玩游玩。我72了、欸，天哪、啊！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。打72次，你破几次？三次。哦，而且有几次只是单纯只是进去刷随机。哦，没有认真去打。对啊，就算那一种。哦，哦哦哦哦，有用。什么东西有用？暴击啊！哦，你那个暴击。那什么东西啊？面具搭那个技能是增加闪避。哇，那暴击率好夸张啊！对吧、啊？一定暴击。然后，所以这时候买个吸血鬼眼镜就好了。就狂吸啦、啊！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个黑洞传送可以传墙壁啊、哦！为什么你没开台？我刚才一传送就直接掉到洞里面去了，而且是隔墙就跳进去了。哇！要！可以用宝石换钱哦，我知道啊，不是200块买10个宝石啊。
欸、真的耶，因为我现在还技能都还没买满，所以我那个先不去理他，那个是技能买满之后才在玩的，不是哇传送超猛的欸，我开个台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开下去了吗？开个台，开个台，我去看一下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云月台哈，看多 OP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打一下。爆伤披风，对啊，你下吧，先把。你好了吗？你爆伤披风是怎样？爆伤披风就是暴击伤害的啊，那个是紫色的披风。哦，紫色的哦，不是、不是说黄色最好吗？黄色是暴击绿。哦。呀，镜头似乎有点高，调低一点。然后这个。风系的 buff 技能要有点后面才买得到。走，大家走。私下不小心破关了。用个流派就过了。开了、哦。开了、啊。来，我们去看云月台。看我穿墙。我穿墙，超猛的、欸，好帅哦！看我穿墙，超强的、欸。来，给连接，给连接。黄色才是爆伤，12%暴击率。所以爆伤斗篷是哪一个、啊？爆伤不是黄色吗？哎、欸，谁借我这件哦？我记得黄色是那个、啊、爆伤加暴率啊。紫色是暴率加回避。哦哦哦，错了。所以你可以无限传哦。无限啊，他没有，你看我的那个传送，他没有 CD 啊。他好爽哦。你在玩你的召唤流啊？哎，这个，放完就跑、啊。有、哦，我现在是召唤流啊。哇，我现在穿的好，没问题。这是什么龟甲？重型。旅行夹克，我的声音有点小声哦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你们没有收到你们的声音。小贼，这边繁星的声音有点小声，这样子应该就有了吧？